却是一种有味道的动物。那各位网友看到的画面的，有时候呢可能会有那种一颤一颤的感觉，放心，这不是地震，这是我们将摄像的设备架设在了抽鼬的笼舍之内。那么由于我们的设备下面是个三脚架，那抽鼬呢它又特别喜欢玩，所以它在这个三脚架下面啊钻来钻去，就会让这个架子有一些震颤，画面就会有一些不稳定。那也欢迎各位网友呢在线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也会不时的跟大伙说一些个这个臭鼬的一些个科普知识。
大家看到呢，可能会觉得我们的这个光线啊会比较暗，因为今天呢，天津是一个阴天有雨的状态，所以呢，笼舍内会光线更暗一些。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叫声啊，就是臭鼬发出的叫声。其实我觉得呢，如果说排除了他们这个会放出这种臭气的，或者是说喷出这种臭的液体的这种行为的话，那么其实他们还是一个蛮可爱的动物。非常的活泼，大家可以看到在屏幕中啊，它是不断的跑来跑去。其实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摄像机跟最开始的时候的画面呢是有一些不同了。那么实际上是因为臭鼬，它在这附近啊跑来跑去，会撞击到我们的这个三脚架的设备。
然后会对它造成一定的位移。现在呢，可以跟大家说一些个大家在画面中看不到的内容，就是因为我们架设了这个三脚架的设备，将手机支在它的笼舍内。那么三脚架的下面呢是打架吧？那么三脚架的下面呢是有一定的空间的，所以兔用它又比较好动，它就在下面是钻来钻去，钻来钻去，而且呢还会从这个三脚架的这个。腿儿的上面跳过去，非常的活泼爱玩。当然呢，它们也确实是一种非常胆小的动物。那么就在刚才我们架设设备的时候呢，它们是全都跑到了这个户外的这个笼舍里面，户外的笼舍。但是就非常好奇，一旦我们离开了笼舍内，他们就会凑过来对我们的设备闻来闻去，不断的在观察，到最后习惯了，他们会利用这些个设备来玩耍。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一声叫声呢，并不是兔鼬发出来的，而是在它旁边的狐狸发出来的声音。包括现在这一声也是。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臭豆啊，正围在盘子的旁边，吃着他们今天的头一顿早餐。这个体型小一点了，感觉就挤不进去了，不断的在挪动，寻找着自己的位置。那他们吃的呢，就是动物园为他们配置的饲料，其中里面呢还包括有苹果啊这些水果。这时候我们就看到臭豆们都扬起了自己的屁股和尾巴，就像盛开了一大朵花。听的话，甚至可以听到他们的爪子和嘴磕到盘子上的时候的声音。
觉臭鼬是一种攻击性并不强，或者说不太会毁坏我们设备的一种动物。但是照现在这个样子来看呢，它还是比较好玩的，可能会把我们的设备当作一种玩具。而且它在这个玩具上也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威胁，所以它没有放出这些个臭气熏天的味道。那么实际上是在它的尾部的肛门处有两个臭腺，能够产生特殊的这种臭味。那么实际上它是以一种液体的形式来呈现出来的，然后这种液体呢就会散发出很强烈的臭气。那据了解，这种液体在就是臭鼬在受到威胁的时候，首先呢是会低下身子，竖起尾巴，然后用前爪跺地发出警告。如果这样的警告没有被对方理睬，仍然继续让他感到有威胁的情况下，他们就会转过身子，向敌人喷出这种恶臭的气体，恶臭的液体。那么一般来说，3.5米的距离之内呢，臭鼬是不会打不中目标的，而且这种强烈的臭味在800米的范围内都可以闻到。那么实际上我们这场直播呢也是一场很有风险的直播。
呢是狐，是旁边笼舍的狐狸在磨爪子的声音。西红柿、青椒、胡萝卜，好像还有一点点洋葱。
上我们刚才一直在看我们直播节目的网友应该也能看出来，我们的摄像机的位置又发生了移动，就是这帮小家伙们太好玩了，再次的将我们的机器的位置移到了一边。
今天啊，带大家来到了天津动物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种萌萌的、非常可爱的小动物，但是它却是一种很有味道的动物，它就是臭鼬。刚刚呢，抽我们的这些可爱的小臭鼬们，吃过了他们的早餐，还有加餐。早餐呢是动物园特别为他们配置的食物，还有苹果。加餐呢，则是包含着丰富的维生素的胡萝卜、青椒，好像我观察到还有一些洋葱，还有另外还有一些个苹果。他们已经是吃的是叠干满地了。有网友问说，跟他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会被误伤吗？那么从我的观察来看呢，臭鼬的爪子还是很锋利的。其实它对我来说，可能让我感到最大的威胁呢，还是它们的这个可能会放臭气的这种情况，会让我感觉到威胁会更大。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啊，它放出这种臭气，或者说是喷射出这种奇臭的液体，实际上是在它们感到很强烈的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才放出的，不会说是很随意的就放出这种臭气或者是臭液。那么这种臭液实际上是通过它肛门旁边的两个臭腺发出的。那么一般当臭鼬感觉到威胁的时候呢，他们会先是伏低身子，然后用爪子敲击地面，然后尾巴不起来展示他们的愤怒。那么一旦他们再次感到这个还是有这种威胁产生，
些胆小。那当我把我的设备放好之后，我从笼舍里出来，他们就会立刻围上来，来观察我们的设备。甚至刚才的时候，我们的设备还被他们拖到了一边。对我来说呢，可能感觉在这边更难受的一点，并不是说会有透气的威胁，相对来说我可能现在会感觉到这种威胁会比较小一点。那么今天天津的闷热的天气以及这种饲养员所在的高湿的环境是让我可能会感觉更难受一点的，因为基本上现在我的身上就是汗已经湿透了。这个还是我在一个没有多大的运动量的情况下，而我们的饲养员呢是从早上到达这里开始就一直没有闲下来的，在一直在忙于工作着，包括对整个小动物区的这个笼舍进行打扫，为他们准备各种的食物。那么每次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实际上身上的汗就是往下滴的那种感觉，衣服也都是全都湿透的。那么想到现场来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呢，可以到天津动物园来看我们直播过的这些个小动物，包括细尾猛、小浣熊、耳廓狐，还有这个臭鼬，实际上都是在这些小动物区。那么我们陆续以后呢，陆续也会推出其他动物的慢直播内容。
是在这个小动物出院周边的狼舍里面，狼打起来了。刚才他们在装抢食物的时候，喝水的时候都是翘。
少有发现这种尾巴耷拉下来的情况。我刚才问说，他一直在那个水盘子旁边走来走去，是在干什么？我猜测可能会不会是刚刚吃完了溜达溜达，活动一下呢？
说他是一个遛的专业户，我想他是不是也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告诉我们生命在于运动，哪怕说我们只有一个他这个水盆大小的办公的地方，那么也可以围着办公桌转一转，那多走一走，可能也许这个步数就达到了。
山的每一个洞口里，几乎是每一个洞口里都有臭鼬在休息。它们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喜欢在这种狭小的类似洞穴的这种地方休息睡觉。
动物，要爱护动物，不要对动物进行挑逗或者是伤害。你像刚才就有人通过敲打玻璃，敲打玻璃下方铁这个铁围栏的形式来挑逗臭鼬。那么实际上，如果说臭鼬在认为你的行为有攻击性，那它放出了这种恶臭的气体和液体，那动物园方圆800米范围内是不是都会受到这种恶臭的攻击？所以我们也希望，来游园的各位游客和网友都要注意这一点，不要挑逗动物，不要投喂动物。尤其刚刚我们看到那位挑逗动物的成年人，实际上是一位孩子的家长，那你的行为是不是也对孩子产生一种影响？他会认为你做的就是对的。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孩子的家长在带孩子游园的时候约束自己的行为，为孩子们树立正确的榜样。今天呢，关于动物的这场慢直播，就结束了。那么也希望喜欢我们，动物的故事系列慢直播的朋友们继续。
续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会在每周都为大家送上至少一场的慢直播。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